途家上海推介会日前举行，途家创始人兼 CEO 罗军与大家分享了房地产行业与旅游行业跨界融合的经营模式。作为快速扩张的国内度假租赁 vacation rental 行业的领军企业，途家已在全国29个地区扩展，成功签约龙湖、世茂、保利、招商、远洋等众多一线房企，使途家管家、途家托管服务成为不动产投资客判断是否购买房地产项目的重要标准之一。